原标题：爱的选择，向前看才能生活，向后看才懂生活。嘉宾信息：刘女士，编号03659，年龄63岁，身高156厘米，体重70公斤，居住地沈阳，工作情况退休择偶要求有责任心。张先生，编号12089，年龄62岁，身高172厘米，体重62公斤，居住地沈阳，工作情况退休择偶要求有演员。嘉宾现场观众报名方式：一波打24小时热线24破折号23186789，二长摁下方二维码填写资料即可报名。今晚精彩抢先看，从呱呱坠地那一刻起，人生就像旅行一般开始了。在旅途中遇到的每一个人、每一件事、每一处景都可能成为难忘的回忆。一路上无论遇到什么困难，前进的脚步始终不能停下，时间也不允许我们在任何地方停留。保持善良和爱，在路上学会选择，学会体会，学会欣赏，方能懂得何为生活。刘女士性格开朗，一上场就很让人喜欢，可提起她之前的婚姻却用心酸二字都写不尽。当年刘女士的丈夫下海经商，生意刚刚起色就有了外遇，还过分地把她接到家里来。刘女士顾念着过去的感情，决定给丈夫一年时间处理，没想到她还是觉得外面的世界好。一时间刘女士崩溃了。时光走过，如今的刘女士调整好了心态，在爱的选择中的表现也让人赞赏。刘女士最终能否牵手成功？本期编导月月提醒您，今晚7点半您可别错过。